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是3月3号礼拜五，哦，三三的日子啊。OK， 那看一下今天三三的日子呢，中餐我们吃什么好康的？好。OK， 今天的话呢，汤是这个紫菜豆腐汤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三三日的三三。对，三十三号三三日的三三。那这个是那个，猪脚高木来采吧。高麦菜，之前这个啊，酒，之前大酒跟我介绍过，然后这个是猪肝，猪肝让你有脂肪肝，我不敢吃。然后哦，今天是吃咖喱耶，哇，今天吃咖喱耶，太棒了太棒了，这个很下饭，大姐的咖喱非常下饭，对，不过晚一点，用的话应该没有肉，没关系。好，那这是饭哦，饭的话我个人觉得有点少，因为今天咖喱饭很下饭，应该待会会被夹很多。好了，那这是我们大姐，我们来看一下她好了。OK， 大姐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咖喱饭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各位朋友，用餐愉快，拜拜。